须要洗，我就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有小点点，我还以为是虫子呢，我心想是不是长蛆了呀，我一摸不是，它挺硬，是个小牙，然后我就开始刷洗，我就搁在窗台那块就晒，因为我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东西，没想到等转天的时候它又长了小牙了，我一看我就给它搅开吧，然后发现肉里面，我就感觉像是绿豆，也有人说是决明子，反正我也不太清楚，我还以为是其中的是海绵或者